的那么大只吗？在美式足球当道的德州，最近传出一起令众人议论的争议话题。纠纷的起因是男童以利亚，才12岁的他已经180公分高，135公斤重。因为他实在太大只了，不可以参加青年橄榄球联盟。虽然大多小男生都希望能有他那样壮硕的身体，但伊利亚却很沮丧，因为他不能跟同年龄的小朋友一起玩橄榄球。伊利亚情绪化的反应也许十分适合英国足球，但是拜托一下，这是美式足球哎。过度保护他的妈妈也让事情更糟，居然跑去跟媒体诉苦。应该把他丢到一个能好好给他叫狗的联盟。一年之后一定会有进步的啦。有什么感想呢？留个言吧。